苏比天，哦，那短跑的是吧？哦，好呀好呀。啊哈，雨晴跟刘翔一块跑的那个是不是？成长很高，1.93，1.73。感谢路人888大哥，谢路人888。给他安排个，给他安排个马甲，好吧？他妈技能是挺多，但是没金台，应该是9个技能吧。手里从爱写到起初往外的冲鸟就舒服啊。买谁鸟同仔说还不是魔化，十有八九是凉透了。成长是没问题，但技能肯定不很多。操他妈的没用啊。阳光把冬天晒得很暖，经过了冰川再滋养。还有啊，痛字走天空，我操，工资挂了没关系，速度还在，防御还在，成长也还在哦。技能不多，不会超过9，真的9级了，刚刚好9级了。他妈的，还要再来一首，套娃了，兄弟们！我们这边人只反父母哈，知道吧？你哪回？童子，父母化了。你就如期出现，拉了，资质有点拉，成长也拉了，直接看吧。9个技能带金台，还行啊，兄弟们。那怎么办呢？这反而有点意外，一号我看到连击，他妈出9技能。